今年圣诞节再穿红配绿就落伍啦，穿上暗黑金属色调单品才够潮。像是英国品牌 Olsen 的圣诞大片，就以黑色系单品结合金属光泽设计细节，展现不同以往的酷帅格调。Kenzo 也趁势推出圣诞节限量系列，保留品牌经典的虎头设计，混入黑、银及玫瑰金等色系，企图打造另类圣诞时尚。服装低调，那配件就应该高调一点。品牌 Anasui 今年圣诞主推新兴元素，点缀在流行的贝雷帽或法式等配件上，抢眼指数破表哦。法国浪漫饰品品牌 Le Nez Hey 也为圣诞节推出两大系列，金平堂花园系列结合缤纷花朵与细致珐琅，融化女孩的心。浣熊小红帽系列扭转一般人圣诞节就想到麋鹿的刻板印象，主打俏皮浣熊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动新闻年末撒钱季到来，报道。